的是杜大堂。对对对。哦，那一杯。天哪，坐对面的杰克是。对啊。因为你就是什么兄弟？吃饭兄弟，吃饭兄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aron， 我是 Alice。今天来到了北科大旁边的银器手感刀切牛肉面，来参加他的大胃王挑战。挑战面上 ，OK， 要来面来了，面来了，来吧，好 ，OK。45分钟完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Getting sober, yeah, I'm thinking it's time I need my coffee, please.
的。这样可以吗？汤可以不用喝吗？对。OK。大概27，哎，剩27分钟吧。那我们大概花了19分钟吃完面，因为汤蛮好喝的，我们把它喝掉吗？好的，好，这个谢谢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叫酸辣汤，酸辣汤，酸，你这样，立刻。最后还好有汤可以让我吞的比较快，所以下次第二碗点汤面是还不错的决定。感谢杰克的建议。对啊。过了，我觉得这个东西。好过了。有。哇。哦，这真的。天哪、啊，老板，老板也太好了吧。哇塞。哇。老板，谢谢。谢谢老板。老板还特地买哈根达斯请我们吃，也请坐对面的杰克吃。对啊，天哪，老板人真太好了，太扯，赶紧把它吃完。啊，很厉害，吃饭三兄弟很厉害，两兄弟吃饭两兄弟很厉害。谢谢老板。特别厉害。大家一定要来吃面。特别厉害哈。你吃的超满足了。好，谢谢。谢谢老板。谢谢。谢谢老板，谢谢哦，谢谢。好，这样。来看这边哦，来放哦，好来。好。谢谢。